虽然优势巨大，虫子也没有浪费技能，大脚跳在了人群中造成最大伤害，关键时刻扭了歌德晕，二技能躲了熊猫大，完成五杀。艾翠斯大招命中四人，瞬杀剑收割塔内虫子，老牛补上控制，艾翠斯触发两次剑心，完成残血四杀。蹲草熊猫致命大招坐中三人，一套连技无影连棍直接秒杀后排，剩下两坦坐以待毙。无限火球拉扯四人，四人看到落单奋力追击，拉至躲草等待敌人追在一起，果断大招配合一技斩杀，收获死杀。罗儿虽然空滑，在大招内等待开滑，天使展翅躲开熊猫大招，圣光之痕命中四人，顺利开滑。美中不足，没有开清醒，也没有买生命法杖，虽然不影响结果。罗儿成功滑起来，全靠爱丽丝大招范围沉默，眼睁睁看着面前罗儿开滑，却没有一点办法。幕后最大功臣爱丽丝，团队完美配合。歌德先手晕四人，卢米亚补上大招全晕五人，刀锋进场收割人头。超人没有急着进场，先绕场一圈找进场角度，莫拉时空杀阵无法被选中，拖住敌方四人，超人降临撞四人，超级力量收割四人，那刻找到机会完美把握，技能释放顺畅，操作难度中上。难不是难在操作，难是难在找到敌人走在一起，而你还能把握到机会。先看比分，6-14，落后八个人头，侧面进场开滑，天使展翅配合清醒躲掉大量伤害，单人之力极限残血，逆风秀五人。
double kill. Double kill.